刚刚那个威士忌，加油！哎，那个我们讲。
到哪里有新？老板说干话区，干话区啊！老板说干话区，我去，真的有，现在你要撞了，我被撞了，哦，先走走，没有没有，打输应该的吧。先喝半杯哦，打输。我刚听得出来你收了放炮哎。下回就假喝。